两个炸弹。咁即系话炸一边先。我两个接受炸弹。你睇下方。哎，话俾你兄弟听，我总系鬼佢。你真系有病。你而家系个残障人士。我唔系癫。我觉得我哋冇办法喺埋一齐。根据可靠消息透露，警方的调查是指向恐怖袭击。有伤者穿着酒店员工制服。EODB 拆弹专家潘成峰，我连我的名字我都不记得。不可以冒着 Bliss 派到埋逃生人。我哋会跟你走。搜索啊 ，MI 海囚犯。讲我听，你仲可唔可以继续你嘅任务？你连一次嘅通知。我哋嘅计划会如期进行。Baby， 系你教我嘅位。呢边机电站嘅恐怖分子已经占领咗 L2， 用将炸弹搬埋上面车。辐射污染会将成个赤腊角人工岛变成废墟。今晚你接唔？呢条系我哋选择嘅路。